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啊？还是你昨天晚上看见什么了？我说的话你记得那么清楚啊？醒了。 你昨晚喝的也不少，怎么还能做这些程序啊？人与人的基因啊，天差地别。咱们昨晚的话题还没聊完呢。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你得说清楚啊！我说什么呀？不行，你必须说。 我出来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个网站我们做了那么久，结果一文不值。那我们岂不是之前做的都是无用功了？无用功？你做完这个项目一点收获都没有吗？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要是我告诉你，这个网站挣不到钱，以后也会被其他的取代，你还会那么努力学习吗？可是，没有可是。这个网站没问题，完成度也高。至于能不能挣钱？ 是很多因素一起决定的。那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直接一起做最好的那个。韩家康说的话你就酒喝了，直接做，替人打工给人挣钱。钱，天天就只知道说钱，我看你跟那个赵小贝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 公主殿下，你可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啊！你知不知道就人地那一破乐队一个月要多少开销？那我问你，基地电脑跑得快吗？知道是什么配置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学校只有这一间教室的电脑跑得快？难道是学校特地给你出钱买设备？凭什么？ 凭你长得好看啊！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啊？还是你昨天晚上看见什么了？笑什么呀？我在回味。回味什么呀？ 回味你给我煲的励志毒鸡汤啊，朱玉。所有事情只有在最开始的时候才是它本来的样子，越往后就越偏离。但人是值得努力的，我们努力就是为了不让它偏离得更远。你说对吗？我说的话你记得那么清楚啊？ 干什么你？要你管。